你咋来了？都说了，别人看见咱们认识。喝一口。 河面死人了，知道，派人去查了。哎，猫头鹰干，他们都这么说。要是留下了淘金，你就留；别的事儿莫打听。我不想淘金，不想淘金就滚。当初就不该带你哥来淘金，以为他老实，结果呢，跟人走私杀金。 最后命都赔进去了。你说我哥走私杀金有什么证据？我哥也是猫头鹰干的吧？以前牧场河来来往往，好几波走私的金贩子，你抓了一波，他们冒出两波新的来。还有那些淘金客，也偷偷的往外带金子，抓都抓不完。 突然有一天，这些金贩子都不见了，所有人都老实了，去哪儿了？都死光了。没多久，河面上就传开了一个外号叫“猫头鹰”的金贩，在拱马淘金客眼里，看到猫头鹰是吉兆。 要是能淘到金子了，这鬼会起名字的很。每年从他手里流出的金子，是对公司的好几倍。可我们查了好长时间，除了知道人藏在私募场，至于怎么交易，通过什么渠道出去，都不清楚。你磨点几了？只有炉子来找你，你找不着炉子。 就你几个这点水金子，不拿个对个公司，你还想等着猫头鹰来给你发牌？数字就代表牌价、背面，写着交易的时间和地点。那些落网的金贩，到最后都不知道杀金到底到了几次手。怎么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？ 下手狠，出的钱多，凡是抢他们绳的人，死的都很惨。淘金，金子为大，他们出这样的价钱，所有人都是他们的人，这些人。 形成了一堵墙啊！猫头鹰就是靠这样的手段，垄断了牧场和杀金走私的市场。我听一句劝，你要是查猫头鹰，就是跟牧场河的所有人为敌，别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我跟你哥没法交代。 Thank you.
临沂吃饭没意思，俺陪您做个伴。俺早打听了，那咱四牧场都属您要紧，都是最烈。俺想拜您为师，跟您进药沙族学学手艺，您中不中？干咱淘金这一行，没有捷径。跳沙、摇沙、洗沙、烤沙、吹沙，没个一年半载，你挣不过到我眼皮下来。啊，要一年半载了？你们这些新来的，老实把沙金兑给公司，不要跟些老火枪学，干些偷摸走金的脏事儿，抓到了就回不了国了。尤其这段时间，沪广队查得严，不要连累队上，早挣够钱早回国。心疼的死了，老外窝火得很。是，老外脸上那劲儿挂不住。那姓陈的是谁啊？最早跟到老外和虎哥出来淘金的，关系好得很。后来听说走私沙金，说是被猫头鹰给整死了。摩托呢？装啥要装满。使劲挖，使点劲挖嘛！见底了，陆哥。见底了。老马，见底了。去找五哥。去喊五哥来。我看看。家底，这是夹在沙层半腰的泥袋夹底，也叫活疗，往下挖还有金子。老马，你现在是这个河段的金把头，凡事不用再接受我们字，自己得有本事，也得有主意。以后找卖看底的事，随时叫我。辛苦秋姐了。我愣着干什么呀？干活。刚才那女的谁啊？老沙得力的女矿头，会找矿看金毛，是个老手。哎，咱们每天下工都要被搜身吗？别紧张了。那不能，俺们都是老实人，不干那事儿。最好莫整，要是自己河段的人抓住了还好，最多蛮赶回国。让虎贯队抓住了都要吃牢饭，最倒霉的是当猫头鹰发现了，就跟骗长金的那个下场一样。下一个。
下一个。嘴硬哪样？说出来就把你放了。你这些票子，这是二百克吗？猫头鹰的货？啊，是猫头鹰的货是吧？是不是猫头鹰的货？猫头鹰的货，我讲，我讲，外公，我是猫头鹰，是猫头鹰的货。你出去抽个烟吧。跑哪儿去了？哦，我刚才看见一个人，鬼头鬼脑的。人呢？我看了一下，没找着。你跟着呢，我帮能睁哪儿呀？何东老呢？交给公司了。抓了。猫头鹰是谁？驸马，给老子老实点。把你那一肚子坏水给老子憋住，别忘了虎胖队是干啥的。江上的挖金船拆好了，那边的人们啥时候可以进牧场后？活段都连不上，耍个头。弄他们可跟弄其他挖海人一样。吴建仓在外海人里有威望，可守规矩。搞不掉，也拉拢不了。胡东老被抓喽！电给老歪了，马德宝没取得了金，球数有两百颗。
这个老马赔了这么多，刘武，咱们快喽！只要能跟边境那头做成一单，吃掉牧场货，早晚的事。 找到没？后头上的几个弯都找尽了。叫人莫散，继续往上找。那两个新的过来的后山上转转，找不到巴图尔，哪个都莫给我信。莫去问。等等。 上军提的20捆，巴图尔肯定是被绑了，会不会是外行人干的？被绑了，被跑丢了好。为金子还是为活蛋，拿过嘎的总得露面。 放心，莫得死，报。万一是报复怎么办？你高看这些淘金的狼，在这里，没人会不为金子跟你玩命。不管是谁，敢动我儿子，我就要他的命。 不中了，不中了！西天啥都没人累。恁说，一个娃儿他能跑哪儿去啊？后山咱也招了，不急，你说看花眼了你？哎呀！无论哪个后端，只要找到八爪儿，上军20捆。是啊，20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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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
的林子通往哪儿啊？一个荒废的老井洞。闹鬼。闹鬼？真是个藏人的好地方。
走吧，咱们去这鬼洞子里找找看看。等到三十克再说。三十克？那娃能吃三十克，那咱不发财了。三十克，这金子蒙合着心吧你。哎，那不到三十克了，报警。想不想买你的拖拉机了？啥？拖拉机。买。接着找。这是啥呀？可能是动物吧。接着找。你干啥了你？你不是先烧吗？你搁这吓唬人了你？啥打三十克金了？啥？三十克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其他地方都被翻遍了，马上就有人找上来了，走快点。这儿真闹鬼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封建迷信？后山的洞子太老了，前些年塌方死了好多人，后来有人说闹鬼。沙老板就找人做了法，把自己劝成了金地。巴图尔平时不爱说话，脑子有点问题，一天到晚跟一条河狗腻在一起。三十克。走。阿来。就是这只狗，巴图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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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歇的是啥？青筋。青筋？你胡说呢？这是不是反光？歇啥青筋啊？哎，咱还回去叫点人一起进去吧。现在这金子就我们三个人分，你再回个多喊的人，肯定能分到个金渣渣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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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走啊！走走。猫头鹰把我的人都干死掉了，
下一个就是我了。我在这个死牧场是待不下去了，我得活命的。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，放了儿子。你说了算。我有三万现钱，现在就可以给你，你立马放人。猫头鹰就是老善吧？在这牧场河能做到这么大，也只有他兔，别动！绑起来！这挖还要绑呢？你还要不要那三十颗金了？你别动啊，老实点，转过来。你要哪样？来瓶云春。好，来了。来，五哥。这三道弯、四道弯都灭了，这二道弯的光亮也差不多要散了。来来来。小盘菜，谢了啊，一块记账。啊，全四牧场的这些小八姐和老虎强都出动了。我这老胳膊老腿啊，是迈不动了。要是早两年，这个热闹我必须得凑。瞧你要说呢，我要不是周志林拉他子怕的嘛，我都磕了三十个斤啊。老板，老马今天来了吗？我这么说我才想起来，有三四天没来了，活得干。哎，这娃太沉了，你俩要不打个手？哪个带着娃？金子分哪个一半？那还是俺来吧，你俩守了跟猴似的，别再给你俩累怕了。阿姑。你们是哪个河段的？俺们是四。你们又是谁？哪个河段的？认识刘富，撒老八的大手。老山的人啊。那个把俺们找着了，搁那儿堆金子。你要搞哪样？黑灯八瞎的，我不看一下，哪个知道他是八兔儿？孩子给我吧。那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俺们小半截儿都，你先给金子。几个小半截没来几天，一口一个金子。
胜利，那孩子给的。哎，那不中，他值30克。你说说。不用说。我儿子在哪？啊，你放心，人啊，我一定会放。拿了钱，我就离开牧场河，离开狗妈。你眼不见，心不烦。3万块钱。摩德斯，咋回事啊？他们三国绑的巴图尔刚好被我撞见了，脑袋转的倒挺快，说人是他们救的，还想逃杀。人是我们找着的，不是我们绑的。小半截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你还敢扯谎？啊！快带我！就是他们绑的，不是他们绑的。子午，先把孩子送回去，亲手交给阿秋。好，走。哪个活断的？我认得这三个小半截，5个活断的。收队了！收队了！收队！连长开工！找着了？啥老板都收队了，多半是找着了。也晓不得是哪个老伙计还是哪个小半截，真的是德高识英了。我捡了30克金，白捡。这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有没说的？等一下，说吧。人不是我们绑的，我们是救人，不是绑人。哪个指使你们干的？没人指使。你放开！这，怎么回事？吴狗，这三个小半截，他们绑了人，被我们逮到了。人是老五的人，老五，你来断。五哥，人是俺们找着的，不是俺们绑的。问什么说什么。来了多久了？快一星期了。人在哪儿找着的？后山的洞子里。整个四牧场的人找了半宿都没见人影，
怎么就被你们给找着了？白天我看有个人牵了一条黑狗，往后山林子里跑了。黑狗？对，我们先找到狗的尸体，你不信可以找人去看。啥子狗啊？我们一路上没见到啥子死狗。撒谎！他撒谎。我问最后一遍，哪个指使？没人指使。五哥，五哥，五哥，放开，放开！五哥，放开！五哥，五哥，五哥。结束之前，干比较大的，绑人。划破天空。
青色。